你真拿呀、啊？行啊，老徐，躲挺快呀，你又不走吗？这回呀，我养你一辈子。哎，老陈呢？有话好好说。腰没事呢？腰没事了，门儿都治好了，哥。那我要不管呢？你队长想干不想干了？信不信我给拿下去？哼，我就不干了！不给我！他爸，哎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啊！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。爸，别再打了。哎，浩南，你又想干啥？这家都神经病啊！这打架不要命啊！徐会计，快赶紧走吧，这都拉不住了。今天咱先种地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哼，我见过耍无赖的，没见过比我能耍的。哎呀，这咋还一听打架跟吃干饭了似的呢？得了，消消气儿吧，走了都得了。是啊，亲家，吃饭吧。别胡吃了啊！穿衣服吃饭。哦，妈，明天装藏起来吧，早晚得找我。哎，被叠上吧，一会儿吃饭。别生气了，赶紧。
哎呀，我有点炕上呢，我回去找套车去。